明显我就是这么一个男人。哇，你这手机壳有点娘嘛。本来上面还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，然后我把它扯掉了。对焦对焦，应该是散的奖吧，可以刷上去吧，应该。不对啊，他要刷上去，他应该给你个勺子。他会不会是一个站条？哦，还是那个这个。哦，我知道那个鞋的吧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是比较完美的。来，刷酱，上酱，再弄平一点。我感觉中间好像要断了呀，好像要断了的样子。无所谓，哎，其实干脆泼上两半算了。你这样这个栗子反而不好烤，弄成两半算了，我觉得。手机内存太大了，没东西放。没有，我要回去捡一下。我哟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这个是什么？